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47集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New Age 所推出的，规避版权的关系呢，给它命名是地质学家琼斯，它是致敬到变形金刚 G1 里头，巨浪这个人物。包装盒的话呢，一如 NA 这个系列啊，非常有古董玩具的感觉。后面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祥和的构图啊，有一些鸟类跟巨浪有一些互动，它坐在一个巨幕上面了，这个场景真的，打光啊，各方面来说，我个人是觉得做的挺好的。不小心把你给撞倒了啊！然后做这一款玩具的时候呢，一个这么小型的玩具呢，大概跟官方的 Legion 级的玩具差不多。那这是现在的一个核心级啊，以前的指挥官级，大小是这么样的一个比例。然后跟 NA 自己目前为止体型最小的邦莫比相比，这一款地质学家呢，个子还是稍微大一点点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拿出一些因为这个玩具呢非常有古董玩具的感觉，然后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先前的话有买过这个复刻版本，这个应该是充电器吧，两者的身高呢居然是完全一样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位大陆的网友送给我的玩具，这个应该是大汉吧啊，那身高的话呢至少略高一些。那为什么会很容易让我联想到这些古董玩具呢？因为这个 NA 的话，我就说从包装盒开始吧，各种复古的感觉，但实际上里头的玩具呢，却是用一个全新的，审美可动，还有一些材质方面来做一个新的诠释啊，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。那么这一款有一些金属部件，像它的这个腿部啊，摸上去是冰冷的一个手感哦，非常的沉重啊，包括这个小臂啊，也是金属部件哦。然后头的话呢，这个铁头啊，不折不扣的铁头啊，也是金属的。整个玩具的重量啊，会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一个沉重。后面的话呢，有一个球形啊，不对，有一个这个算是 C 型扣的一个关节吧，这可能是全身上下啊唯一可能会有关节比较松的一个地方。其他的部分的话呢，都还挺紧实的，手臂的平举啊，可以看到这一带有一个平举的一个关节，手臂，头肌啊转动是在比较朝下方一点点，拳头不能转，然后腰身可以转，前方有个裙甲可以掀起来。女的也，然后脚的话呢可以往前踢，然后又一个外摆内收，然后膝盖弯90度，以及也有一个勉强算是及格的一个接地啊，大概顶多只能打这么多。你要再打多一点的话呢，后方这个部件你可能必须把它给拿掉，但是能增加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有限，但绝对是好过没有的啊。然后空洞处的话呢，严格来说不能算有吧，这个其实已经都算是有一个遮盖了。后面这个弧形啊，也是做的挺漂亮的啊。身上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没有任何的这个，就是扎手的地方完全没有啊。这个倒角的处理是非常优秀，除了体型很小，但是如果和他们的自家比例的话呢，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我们就来简单的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，也是非常简单啊，但是非常有趣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我的习惯吧，先把脚后跟啊这个地方，脚后跟这个地方把它给掀上来。掀上来之后呢，它的后面呢有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，整个给推出来。好，到这边整个啊，记得这里有一个凸，我们要把它呢绕过去啊，转到后面来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这个脚后跟推开，然后的整个部件要把它给掀翻出来到这边啊，必须要做出这个动作啊，因为到时候这个部件要跟前方做一个结合。然后两脚的话呢，也可以先做个合并了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先把它合并起来，脚就先到这儿了。然后身体的话呢，是从后面啊，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铆钉吗？它跟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，滑槽的话呢是可以把它往上面拉出去，拉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阻力啦，稍微拉一下，第一次的时候比较紧实啊，抠出来，然后整个身体把它整个都把它给往上拉出去。拉出去之后我们做什么动作呢？先把这个手啊，因为这个你看到吗，这个部件你往上拉上去之后呢，手就跟着被往上带，往上带之后呢，这个时候手往下放就刚好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，在这边将它扣上。然后呢，拉出去的这个部件呢，把它整个打平之后扣下来到这边，形成它的一个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座位的一个位置。那接下来就把这个脚啊往前面折下来到这里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上方的这个是算是防护的杆子吧，把它做一个结合，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往下扣下来，把它的一个手掌或者是拳头给包住，
那么我们这一款地质学家琼斯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变形的步骤啊，就真的跟古早玩具差不多？那变形到位的话呢，滚动性是可以的，但是可能玩具太小啊，不对啊，这里没变大啊，推一推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，这里一个车头灯把它给往前面翻出来。这个部分啊，如果你变成机器的时候呢，忘了把车头灯翻过去的话呢，一样是可以完成变形啦，只是说就可能造型就没有变完整而已。我就想到奇怪，少了个什么，哎这样一来滚动性都 OK 了。我想到奇怪，明明早上变的时候呢还没有什么问题，为什么晚上推不动啊？好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车头灯是有一个金属涂装的。那变形的过程就也是简单，然后有一种古老玩具的感觉。那但实际上质感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这个金属的一个蓝色，然后由于这个整个引擎盖都是金属的，后方啊这个地方手臂摸起来这冰冷的手感呢，是真的是还蛮不赖的。那对比一下这个刚才大黄蜂同模的这个飞过山叫做战斗员啊，这个战斗员跟它相比还稍微小一点点，小一点点。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充电器啊，这个变形也是很简单，一样两手合起来到这边合上去，然后这个一样啊是往上面翻啊，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腿部的一个翻折啊。好，变形就算完成了啊，这个意思到了啊。变形金刚的玩具呢就是要这么简单呢，不要太烧脑的把它给变完，这个才有一个疗愈的功能。那这个大小呢也是非常的接近的，长度是很接近的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款 NA 所推出的地质学家啊。总体来说体型很小，但是金属部件非常的多，可动度也非常的高，变形也是简单流畅。那我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